缘拄着你。一年一年又过去，无好的代志应该放袂记，事事着看开，每日笑眯眯，生命唔通浪费，健康是第一，人生 happy， 健康是第一。世间若有爱，甜蜜甜蜜蜜，世界有你。在好运气，有我有你，实在实在 happy， 人生 happy， 健康是第一。世间若有爱，甜蜜甜蜜蜜。世界有你，实在好运气。民间相传是杭荣尊者来转世济公，天天看到伊手举开扇提火炉，心情破三破的，得济世救人。听讲伊的个性疯癫，饮酒食肉，亲民的形象深受信众喜爱。以济困扶危，全管人间不平。面对在人间作乱的救济者，济公会安怎甲收服的？要安怎让救济者心甘情愿变成招财神兽？请收看今仔日的《四出台湾》，济公戏金蝉。高级唔捌输过啦，平你嘛要甲收哦，阿婆西囝吃饼。好啊，你这狗屎囡啊，敢甲我创治，我出绝招啦！啊，废话别讲遐尼济啦，有啥物绝招，尽管带出来，我大爷吃七八啖你哦。你真正是唔知死活呢，好，即摆就予你试一个咸食。Om Mami Babe Hong！ 无即马搁臭屁我刮！我没事，我没事啊！停！无你即马是咧哭啥啦？我没甲关西菩萨讲，可你都甲欺负啊！斗，做你去斗，为着我该收顿来了，我着任务完成了，我着要回去录音室啊，睡不着啊！师傅，师傅，你在叫啥？师傅啊！好，你别乱话啦。嗯，人关西菩萨有讲，谁甲收好，伊就是我的师傅。师傅。阿娘嘿，姐啊，观音菩萨啊，你那出这款头都花做啦。好啦，收你做徒弟啊嘛会使啦，但是你要经过我的考验。好，好，没问题。停，这个葫芦你先收着。你要抓到一个妖怪呢，我就送你一粒佛珠。啊！你还着十个妖怪呢，我就会当收你做我的徒弟啊啦！多谢师傅。哈，爷，等下，有一对假妖怪。你生做这款的，你走出去拄着人，人看到你，那是叫你惊死要怎？乌白讲，人观世音菩萨有讲，讲我生得真高水，真叫人疼呢。一变二，二变三，妖魔鬼怪变成人。切！哇！哦，师傅你真厉害嘞！哦，师傅想了真周到嘞。啊，可惜哦，这都无当行。
无，我生了这缘投哦，啊，照着当家哦。我惊我家己哦，嘛会爱着我家己啊。叔，你讲对。哎，叔啊，你去倒。别管，别管，进来啊！进来啊！下午要进来啊！快，主播，快，主播，快，主播！啊，这是我把老人做过身，你别当我主播吃掉。上你的主播给我吃，啊那无，我就将你做伙吞落。救人！救人！哦！啊！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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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咱这几天都没在这修炼，回来时还这样花头喜面，是发生什么事情让你这么欢喜？我跟你说啊，最近我们自乐区的土财主啊是越来越多了，我出去这样一转是吃多少金银珠宝，我现在功力大增。恭喜大兄，照这个情形看起来又没多久你就可以变成三叔大师了呢。好对哦，嘿嘿嘿，阿兄，金凤啊，我有淡薄仔忝呢，想要休困一下，你先出去啦。是。哼。花开时。喝了酒，酒后吐字，人出过小姐店，人正心不正啊！哦，好舒服啊！你无代无志，甲手举起来要创啥啦？奇怪哦，平常时的时阵满满是人，啊，今仔日哪会呢？一只虫拢看无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我知，有妖怪。我哩，这下你讲对啦，真正有妖怪。有妖怪，你搁想要甲拍？我想要甲你拍安怎？无要安怎啦，师傅啊？无安尼啦，你莫回去啊，你留落来陪我来抓妖怪，好不？哎呦，莫搁丢毒啊啦！谁人唔知我师傅你哦，是降妖除魔，扶危济困。大名鼎鼎的行龙落海，人称瓦佛圣经经经经。妈的，讲我的牌子正是平静啊！好假，当然当然啊！你是要去对？抓妖怪啊！抓妖怪，这种人有淡薄代志敢讲，行了了爱照片照镜。第一，别当得前得后，我尽量。第二，别当问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好。那是讲给你捌哦，哼，嘴手拢拍干，对啦，你叫什么名？高水啊，没见笑就没见笑，吼，一个腿腿可能叫高水一只样样。好啦，我跟你讲，我带你去抓妖时阵呢，你啊，你着听话照做，平常是要安怎呢？要加听，严讲，哎，知无？知，哼，行，等下，等下，哦。师傅，让你脾气放大。太高贵。哎，师傅啊。来啦。哎，我的脚就疼的啦。姑娘，你安怎无？我的脚就疼的，无我都走路啊啦。你放心啦，
我替你看卖咧吼。放心啦，你只是哦，脚骨去扭着，无啥物要紧啦。是要安怎？可能要落雨啊，我无法度行路，要安怎转去啦？姑娘啊，遐有一间破厝，我带你过去避雨，好不好？嗯。来，行。这里。啊！来。你有要紧无？我感觉足怪的。姑娘，你稍等我一下。大兄，唔知影是做啥物工课？哪会一个人去遐个所在啊？我我平常时哦，就是咧掠蛇的啦。啊，想讲哦，山顶遐哦，蛇较侪啦。那呢？你抓蛇抓多久啊？你敢捌去予蛇咬过啊？啊，你嘛拜托一下，我这么咬着，迄蛇若是看到我，我走敢若飞嘞，我看到一只就抓一只，哈哈哈哈。那呢，你的身躯边有一只这么小的红蛇，是安怎？你拢无发现？什么蛇？你是妖怪？你不是讲，只要你拄到的蛇，你拢抓会到？来啊！你来跟我抓。哈哈哈！啊，搞了，就是这啦！叔。啊，这是哦，嘿嘿，系我上生啦！哎呦，啊，这是倒位哈？啊，你真正唔捌字，家去看。梁月诗，对咯，你捌去行。师傅啊，你俩讲阮斗三工啦，阮斗饲鸡啦、鸭啦，拢被妖怪吃了了啦！啊，你落去哦，日子是要安怎过啦？我嘛是啊。师傅，你一定要想办法跟我们斗三工啊！拜托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拜托师傅，拜托啦！拜托啦！哈哈哈！破开是喝了酒，酒后吐真言呐！人笑我消这癫，人癫心不癫呐！哈哈哈！哈哈哈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就以习住习。敢讲你是人生华佛世光禅师啊？不敢了，不敢了，正是平静啊！师傅，师傅快到，师傅快到，开开，禅师，最近啊，乌树拿来啊，有抓妖上瘾，而且厝内的生肖啊，冒妖怪加持啊。造成人心惶惶。哈！迄乌树拿有蛇妖哦，阿廖伟真恐怖呢。叔啊，嗯，咱第一届哦，来到这个所在哦，一定爱好好啊表现，袂当漏开。嗯，你想要表现咯？好啊，好，你处理。啊！哇！叔啊。我看吼，这摊吼交你哦，较妥当啊。这
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，寸金输金金还债，过去光阴哪里顺？时间嘛无早，我卖赶紧等下厝里哦，准备好阿娘食啦。什么声音嘛？无人啊！像，是像，我跟你讲哦，你别怪哦，我有传给死哦。有妖气。最近哦，有出现一只人的妖怪，我是赶紧等下处理哦，较要紧啊。啊，这，哎，妖怪大啊！我你讲，我哦，三个无办啊，啊，全靠三个弄出骨头。我无食，我拜托你，你卖倒食，拜托你，你卖倒食，拜托啦！这个声音，我会听个实在实在啊！我刚好笑诶。表妹啊，啊原来是你哦！你无代无志，创我倒创治啊！谁甲你创治？明明就是你家己吓惊家己，那有啥物妖怪？哎，这里！小妹，你要紧无？我无要紧啦。你啥都要放出啊？歹势啦，啊，我拄好享受着吼，爱赶紧等去煮饭，好阿娘食啦。阿娘，你哪会当放出啊？就听安尼。是的啦，啊，我唔故意啊，啊，我先来走啦，吼。哎，罗汉，你卖走，罗汉，你给我等来啊！你卖走啊，你给我等来。真正是戆大呆。原来只是一只小狐狸。你死啦！我来讲，哎，这种朋友你别讲。来有妖气，真正有妖怪的，我要抓妖怪！拍死拍死啦！你这个车仔长，哈，无啊，你目睭是生天顶还是呆土卡？啊，行都无看路，敢那无变鬼嘞！是嘞是嘞，我赶要回去厝了，准备给阿娘吃，啊，无说你在弄着，啊，你安怎无啦？无安怎啦？无来一个好，啊，我先来走啦吼。你是不是感觉讲妖气是对迄个少年的身躯顶发出来？啊，不过我感觉迄个少年的一点啊拢无像妖怪啊。无错，伊是人，唔是妖，不过叫妖怪搞着。奇怪的事是，那只妖怪并无要对伊伤害的意思呢。奇了，这到底是啥物妖呢？我知啦，吓死人啊！好好讲啊，我也是啊，我们着惊死，真正。八不比八，讲人话，八道妖啦，八道妖，八道妖的靠妖呢？哎，哈，无啊，咱讲的哦。吃饭风地大啊！
当赶紧去化验桥吧，哪有力头去抓妖怪？而且，你是不是爱补充你的气力？你讲啊嘛是有理啦，来行。师傅，呀，哎呀，师傅较紧的啦，哦，啊，师傅啊，哎，啊，你看落来喏，哦，内底拢无人啊，啊，规个拢乱七八糟呢，哦，敢若亲像发生过足恐怖的代志啊。嗯，唔难呢，嗯，我确定啊，这间厝啊，一定发生过重大的命案。哼，为什么你哪会知啊？啊，戆土地啊，你有看诶，规涂骹拢是血呢。哦，哎，这个无呢。嗯。好啊，啊，等下去问一个人，有知啊？哈，好，嗯。红色的玫瑰，出心交心蕊，奈何烦恩暗淡苍苍蕊。风尘如梦，纷扰如诗。全身满伤悲，花谢落土落水空，地烧脏无人记。红玫瑰，红玫瑰，甘是天生欠水是天。为何？